咋弄走啊？哎呦我去！哎呦，稍微嘚瑟，神经病啊！我走这么快啊？哎呦，我稍微嘚瑟，我去的。好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的游戏流程解说《我的世界》啊！我们现在玩的叫《地下村庄篇》啊，一个都没找着。他个地下上哪儿找去？有点麻烦啊！咱们现在干嘛呢？你们搁哪儿混呢？趁府主不在，咱们赶快坑怪啊！哎，他们人呢 ？OK， 我去一趟那哪儿啊？上边，我把怪引下来。怪呢？就这一个呀！去的，我开一下创造吧，我把怪多弄出来点啊。OK， 第三个岛，你们上那儿去干啥去了哟？这个这样啊，把它给去掉，然后呢，一秒，我多刷点吧。等一会儿啊，我是代理府主是吧？够了吧？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了啊。OK， 好了吗？好了，600啊。行，够了够了，这不能没有怪用啊，是不是啊 ？OK， 我变成生存模式，快下来，快些，快快快，多点多点，我自己也能给他们坑死啊！我的小伙伴出的损招了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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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够我用了。我现在是一界的套装，然后二界的剑啊，我需要二界的套装，快来。后边的朋友你快点，我喝一个那个什么啊，那个喝哎呀，我怎么吃这个了，我喝这个 OKOKOK， 这个跑得快啊，那个快点呗，跟下来啊，我给你们弄死 OK。 他们去的第三个岛，我现在去的是第二个岛，他们在第三个岛的怪砍不动啊，主要是他们又想什么，你看我真是天才，又干什么损招呢，又俘虏看到了又得鼻子气歪了。咱们现在是打不过这个怪是吧，打不过这个怪，咱想尽各自干的损招，把怪都给坑死，然后换神器。后边的朋友你快点儿跟过来没，过来了，快点快点呢，后边的哦来了是吧，那个怎么事儿，快点，哎呦我去，让他们碰着啊，他们伤害太高了，哎呦我去，就这样呗，打一个一个打啊、嗯、这把剑吧不太好啊，它是带爆炸的，它有时候会把吊路给炸没了，打死死去吧你，吊路呢，吊下边了，我去的，一会儿捡吧，你看它这老爆炸，把它打死，天哎我去的，他怎么能够着我呢，你这啥玩意儿，哪个岛，这个岛吧，哎呦我去的，这什么鬼呀、啊、我见呢，我能不能摔死啊，不能啊，哎呀我不饿呀，现在我得把我那二阶剑捡回来啊，什么鬼啊，卡的好好的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我输，我先回一趟，哦这样啊，然后我穿一下OKOK 什么事儿啊这是啊，然后我再传到传送区，然后再传过去 OKOK 这个搁这儿呢，嘿，那个我好像打不了了，打不了拉倒，那打死啊！他怎么能够着我呢？蹦卡！我等会儿去看看他们干啥呢？啊，又给你憋什么馊主意呢？不是，主要是第三个空岛怪打不动啊！等一会儿啊！等会儿啊，我搁这儿。哎！装备呢，这啥破件呢，老给爆炸炸没了，老金苹果哪去了，这个怪我好像是打不过吧，哎呀他打我，哎我去，我拽下来三个，一个没掉，什么玩意儿，我看看，我先把这个吊路卖了啊，是他吧 OK 吊路，哎不是他，这是饮料，这个是啊，来看看，行，等一会儿我把吊路卖了，
然后我去换个神器最好是，不够啊，这得两组啊，两组才能换那个，钻石也挺多的，我看看他们怎么个意思、啊，巴巴被火焰炸弹击败了，你们搁哪儿呢？你们搁哪儿呢？我金苹果怎么没了？你们搁哪儿坑呢？你们这边的怪一般打不了啊，咱们的这个二阶的神器剑都砍不动都。来看看你们搁哪儿呢？这个就是火焰炸弹，是不是？你们搁一层呢？我没看着啊。下去看看啊，怪都搁哪儿呢？我没看着。你们搁哪儿啊？在地下。你们把他给引下去，从下边打呀？不是，主要是打得动吗？哇，你们这稀奇古怪，这府主看着不得气死啊！你们啥玩意儿？给圈起来不是砍得动吗？主要是啊，砍不动啊。把那下边给补上最好是。砍得动吗？我去。你们垫的是不是太高了？弄点方块吧。太损了这个。哎。从下边砍他脚就行，其实你们挺损呐。别让他出来了，这样砍他脚，这样就能砍他了，挖什么洞啊？还我去，几个人坑着一个怪的飞机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的妈、嗯、这够不着是不是、啊、上下左右打的能给他坑死。太损了这招，你看一个人肯定是砍不动的啊。哎呦我去，离远点吧，一炮给揍死了，打傻了这怪啊。团结就是力量，是吧？打成傻子了。哎呦我去，太损了这招，不过我喜欢。弄死他，弄死他，打死他，打死他。哎我捡了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先给我，行行行，吓坏了，给我给我，我的非常 good， 是你过来啊，我先给你，然后给那个谁啊，818啊，你们是怎么给引下来？不是啊，你们这个倒是挺好的，是不是在旁边弄一个？我弄的，我知道，你过来，我给你。谁没说抢你的？那你们直接在旁边搭一个多好啊，搁这搭一个多好啊，下去干啥呀、啊、他可以被击退。不是啊，我说你们搁哪儿呢、啊、我回家一趟啊，你人呢？我跑了，别着急啊，我先把那个材料带过去啊，咱们重新弄一个那什么点的，这个方便点的啊，我看看啊，这个这样的就可以了吧，这个够不够？不够再来点，行，然后咱们先去手机电脑可以连网的啊，小伙伴，这样。木中你搁哪儿呢？先给木中再给818呗，我后加入的，我最后一个得呗，是这意思吧？这边不行，那就这边吧，这边应该可以吧。这应该是放不了，你看这放不了。那我就到这儿。
这个位置差不多啊。我在商店。是啊，等一会儿给你呀、啊，你小气鬼样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铺呗，这样多高啊得？这样呗，用不了那么大地方是吧？差不多就行。OK， 这样呗。然后外边稍微大一点是吧？能稍微走个人是最好的，这样呗。没了，我去，我幸亏我多带了点啊。可以不，这样稍微再大点吧，打怪的舒适一点是不是OK， 这样差不多 OK， 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，这样这样差不多。太那什么了吧，我看看啊，得这样是不是啊？我这弄的双层的啊，没够啊！等会儿啊，我先回家，然后我再拿点方块。哦，这样呗，够不？差不多。哎，我没记那个点呢。苦力胖，你干啥？大概是这个位置吧。我看看啊，我得把这给围起来。地方是不是有点小啊？地方有点小，那就这样吧。谁带个镐子过来啊？我这结构整的好像有点不对劲儿，这么高差不多。我卡住了，什么话呢？镐子借我一下，镐子借我一下。木中啊，我把帽子给你了啊，我帽子给你了。OK， 这个高度可以不？还得高一点啊，这样咱们容易掉下去。OK， 这样行不行？这能够着它不？差不多吧，对，你们胡拔，我去引下来一个啊，我看看行不行。这边我得记个点呢，这样呗，这边记个点。别叫第三个空到杀怪，这样就知道了。OK， 干啥呢？这么低行啊？然后传送，然后我再去趟这儿，然后我上去积个点，然后我把怪引下来，是不是啊？这有一个正好拿他试，我把怪引下来了啊，他走的也挺快呢。来吧来吧小宝贝儿，第一个坑死你。来吧来吧来吧，这个得三个二阶的剑才能把他给弄死。好打下来吗？干啥呢？你搁那儿又搭一个干什么玩意儿？是这儿不？下哎怪呢？哎，他没下来。我还得去传送那儿。哎呦我去！都没跟过来，你咋？这儿呢？这个货啥意思啊？下来啊！我去，他不下来怎么办？这儿呢，我在哎，别往那儿走啊！怎么搁这儿呢？这不好打呀！这样的话，跟咱们计划稍微有点不一样，他不进这个坑里边啊！是不是应该那个谁啊？818，你躲开，不是木中，你躲开点，我把这抠开，改改吧，不是你躲开！哎，你别给他打下去了。哎呀我的妈，越整越磨叽了。不是，好像是这儿的问题。OK。那应该怎么弄啊？哎呀，这有点
这边放不了方块，看到没？这地方也不是特别完美。我先回到传送区，看看啊，找一个正好是搭边的，是吧？他直接掉下去的，我看有没有。我去，他这个空岛都是这样式的。我看还有没有近一点的啊？理论是那么的，是对的啊。都是多出来一点，这边呢？啊，这边更远。你这咋整啊？他俩打你吗？多完美的地方怎么就不行？嗯，我回去啊，想想办法。好，这样，然后呢，我做点东西。做什么呢？做这个。这个可能行啊，可能行，可能不行。这个呗，掉这儿了。然后我的意思吧是这样，他进去他应该就出不来了，嗯，大概这个意思。好，那咱试试啊，去传送区，我那边点怎么没记呢？嗯，这边我记个点吧，嗯，上那边去。怪在哪儿呢？我喝个肥宅快乐水，这样走就快啊。那传送点咱们就搁这儿得了，第三个空岛是吧？第三个空岛，行。然后把它给把第三个空岛和这个换一下，然后这个和这个刷怪场换一下，刷怪场再跟它换一下。然后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回到第三个空岛，对，搁这儿。然后呢，我把怪招出来啊。这哪有怪啊？这哪有刷怪龙啊？我去，这么多！哦，这上面还能上去啊？走路好快啊！他弄着我。我去，哎呦，吓我一嘚瑟，神经病啊！我走这么快呀、啊？哎呦，我吓我一嘚瑟，我去的！啊，这辅助设计的这个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变态呀、啊！哦，走路比我都快！哎，我吓我一嘚瑟！哎，我真是变态，变态，大变态！哪有怪走那么快的？耍人呢？我装备呢？哎，我真是服了我！哦，装备搁这儿呢。啊！我真是服了！你看他把这眼儿，哎呦我去！你耍呢？哎，我吐了我！我捡装备，我去！哎，我的妈！你俩能不能过来帮帮忙？我装备没了！哎，我去的，我真是服了我！吃的那个加速的那个什么玩意儿都不好使吗？我先别停啊！你看这个狗跑这个快，神经病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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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别停别停啊！别停别停！啊，行了吗？哎呦我去！我输呢？你俩货搁那儿？哎呦我的妈！急死我了！这我神气一身！哎呦哎呦你吓我一跳！神气一身怎么打这么费劲呢、啊？你们去吧，你们去吧。刚才那个装置好使啊！我开创造，我把那个怪再刷出来点。刷，哎呦，这么多呀！啊，那不用了。OK， 那我就变成生存模式吧。哎呦我去，吓死我了！我把这个引下去啊！他啥子要弄死我？我才不让你追我呢！来来，下来来，下来下来。哎，我的妈！我这个走路太快了，啊、哦！我吓我一嘚瑟，刚才，快过来！你刚才不是跑得挺快吗？你什么玩意儿你？快点！还是这儿啊！哎呦我去！这地方肯定好使，下来呀、啊！哎，我搁这儿呢。
哎呀，他这个就是有点卡呀。那我再怎么搭一下啊？这样啊？够不着他，这又放不了方块。哎呀，他这个吧是这样，这儿多一块，看到没？你能不能下来呀？这是怎么弄啊？你看他这是要打我，哦，下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搁那儿去？哎呦我去！哎呦来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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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我去的！你说一声再打下来啊！你是猪吗？哎我去的，你这是你是咋想的？哎我真，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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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你的吧！哎呀我装备捡回来了，什么鬼呀、啊？是这儿吧？你个卡了咪，你打我是不是？啊？去打死你，打死你！我的掉落物啊！不行，我得给捡回来。怎么这么多火呀？这儿，把我的装备还给我呀！我的装备啊！你镐子有没有？帮我刨一下。镐子借我一下。镐子就这谁呀、啊？这是818，把镐子给我。镐子给我，我装备我拿过来一下。OK， 哪儿呢？哎呦我去，捡回来了吗？这垫这么多干啥呀？我去咋了？哎呦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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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怎么整的越来越磨叽了？我看一下啊，这有点难搞啊，这传送啊、然后第三个岛。我搁后边给他踹一去啊！哎我去！哎我去！我去！我去！他看着我了，不到，这是个问题啊！这怎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掉了吗？俩人一块打吧，一块打快。揍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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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是一个人在这儿，这样他能不能打着我呀？哎呦我去！前后打，前后打，像打傻子似的，是吧？哎呦我去！揍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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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揍他！你死啊！你死！你死！你给我死！你给我死！死！掉东西了吗？这是你的吧，爸爸？这是不是你的？哎呀，我去！什么玩意下来了？哎，吓我一跳！下一个该我的了吧？这个灭不掉，不是这个上面有稍微有点瑕疵啊，这上面啊，最好让他怎么下来啊？我真是。好嘛，就我闹个白玩儿。